恋爱中的你是否也想亲手制作一个小物件，一人一个，被称为情侣的那种？这期视频梁工手制带大家编织这款情侣爱心小挂件，左手持线，环形起针，钩针穿过圆环将线钩出，立针锁针，将我们起好的环形针从手上脱落下来，从环内入针，钩至六针十字短针。十字短针的钩法，入针，钩针绕到线的上面，将线钩出，完成一针短针。六针短针完成以后，将线圈拉紧，在第一针短针位置钩织一针引拔针，二圈立针锁针，从立锁针位置开始，一针目对应钩织两针短针，也就是每一个针目加一针，一共加六次。我们来认识一下引拔位置。第一个 V 字形是我们上一圈引拔针留下的痕迹，第二个 V 字形是我们这一圈起立针留下的痕迹，所以我们在第三个 V 字形，也就是我们第一针短针位置钩织一针引拔针，每一圈的结尾都需钩织一针引拔针。第三圈立针锁针，从立锁针位置入针，一针目对应一针短针，不加减针，编织一圈，一共十二针。直到最后，在第一针短针位置钩织一针引拔针，接着一针起立针断线，重复前面的编织，同样编织一个半圆形，左手持线环形起针，钩针穿过圆环将线钩出，立针锁针，从环内入针，编织六针十字短针。拉紧线圈，在第一针短针位置钩织一针引拔针，第二圈立针锁针，立锁针位置开始，一针目对应编织两针短针，第二圈一共十二针。在第一针短针位置编织一针引拔针，第三圈立针锁针，从立锁针位置开始，一针目对应一针短针，不加减针，编织一圈，一共十二针。在第一针短针位置钩织一针引拔针，第二次编织的这个半圆无需断线，拿起第一次编织的半圆，
从内侧向外将钩针穿出，可以是任意一个针目，后面半圆的线圈从这个针目引拔出来，接着立针锁针。从左手边的半圆开始，一针目对应一针短针，在左手边的半圆这里钩织出12针短针。接着从另一个半圆这边也勾出12针短针，第四圈一共24针。在第一针短针位置钩织一针引拔针，第五圈立针锁针，从立锁针位置开始，一针目对应钩织一针短针，不加减针，一共24针。钩织到最后，在第一针短针位置钩织一针引拔针，第六圈立针锁针，从立锁针位置开始，一针目对应一针短针，钩织5针。接着在下面的两个针目减一针，接着一针目对应一针短针，编织10针。接着在下面的两个针目减一针，接着一针目对应一针短针，钩织5针，第六圈一共22针。一针短针位置钩织一针引拔针，第七圈立针锁针，从立锁针位置入针，一针目对应一针短针，钩织4针。接着在下面的两个针目减一针，接着一针目对应一针短针，钩织10针。在下两个针目减一针，接着一针目对应一针短针，钩织4针，第七圈一共20针。第一针短针位置钩织一针引拔针，第八圈立针锁针，从立锁针位置开始，一针目对应一针短针，钩织4针。在下两个针目减一针，接着一针目对应一针短针，钩织8针。在下两个针目减一针，接着一针目对应一针短针，钩织4针，第八圈一共18针。
第一针短针位置钩织一针引拔针，在尾部的中间位置安装上合上头小挂扣，塞上填充棉。第九圈立一针锁针，从立锁针位置开始，一针目对应一针短针，在下两个针目减一针，一针短针减一针为一组花样，重复编织六组。第九圈一共12针。第一针短针位置钩织一针引拔针。第十圈立一针锁针，从立锁针开始，每两针合并减一针，一共减六次。第十圈一共六针。第一针短针位置钩织一针引拔针，接着立一针锁针断线，将线头隐藏到织物的内部，爱心小挂件就编织完成了。非常感谢大家对良工手织的支持，关注我，更多编织小知识等着你哦。